名叫祥英，吉祥的祥，英明的英。我今年13岁，来自越南。我从小就喜欢舞蹈、画画、弹琴，也很喜欢外语。记得小时候每次跟妈妈去看汉语桥比赛，虽然不懂每一句话的意思，但只要听那抑扬顿挫和富有节奏感的声音，我真的很羡慕哥哥姐姐们中文说得那么好，那么自信。还有一次，我有机会跟妈妈到河内中国文化中心参加活动，看到妈妈能一口流利地跟中国叔叔阿姨谈话，我好羡慕她。从此以后，我不知不觉地迷上了汉语。在我的请求之下，妈妈答应了教我汉语。我越学越感兴趣，尤其是那优美动听的中国歌和富有绘画美的汉字吸引了我，让我沉迷于快乐汉语之中。今年得知中国举办中华文化小大使活动，我非常高兴。青少年是文化交流的使者，是世界的未来。我多么希望能够成为浩浩荡荡的中华文化小大使队伍中的先锋啊！借此机会，预祝参加活动的所有中外青少年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心想事成。预祝2022年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。